当一个人一贫如洗的时候，会羡慕那些富有的人，会觉得有钱真好。当一个人家财万贯的时候，却感觉不到快乐与幸福，会觉得当一个普通人真好。其实在这个社会，都是我看你好，你看我好。富有的人不一定快乐，而贫穷的人也不一定不幸福。现如今太多的人被金钱蒙蔽了双眼，都想去追逐金钱名利，而忘记了自己的现实。一个人为了自己的梦想抛离一切，远离家庭，也许若干年以后是变成了有钱人，可是当初的人与事已经早已回不去了。我们总以为父母可以的，环境可以的，但事实却是残酷的。每个人都想成为一个有钱人，可以买自己想要的一切，可这世界上也有金钱买不了的东西。钱能买来健康吗？不能。当一个家财万贯的人得了重病，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一定渴望如果能拥有一副健康的躯体就好了。所有的钱财都可以不要，钱能买来爱情吗？不能。即使可以，那也不是真心真意的。真正的爱情不在乎对方有多少钱，只要互相真心相爱，认定对方是那个白头偕老的人，即使贫穷那也是幸福的。钱多钱少够用就好。人一辈子不一定做一个富有的人，但是一定要是一个健康的人。保持健康比什么都重要。做一个普通平凡的人也没什么不好，普通人有普通人的幸福。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保持良好的心态。人这一辈子不容易，不要为了一点事情就斤斤计较，闷闷不乐，否则最终伤害的是自己。放宽心态，得与时早已是命中注定。稳住心态，不管是感情还是食物，顺其自然就好。人这一辈子要好好生活，好好珍惜身边的人和事，因为一旦失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。钱没了可以挣，但是失去了亲人与朋友却是一辈子的遗憾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